东汉，东汉存在于二五年至二0零年。东汉是中国历史上继西汉之后又一个大一统的中原王朝，与西汉统称两汉。东汉王朝中后期完全被宦官、外戚交替掌握，造成社会动荡、政权不稳，最终分裂王国。二百二十年，曹丕篡汉，东汉覆灭，进入三国割据时期。东汉王朝始于光武帝刘秀。 终于汉献帝刘协，享国一百九十五年，传八世，共十四帝。他们是：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、汉明帝刘庄、汉章帝刘达、汉和帝刘肇、汉殇帝刘隆、汉安帝刘护，汉前少帝刘义、汉顺帝刘保、汉冲帝刘炳、汉质帝刘转汉桓帝刘志、汉灵帝刘宏。 汉少帝刘辩，末代皇帝汉献帝刘协。第一百零五位东汉第一帝汉光武帝刘秀。刘秀，东汉开国皇帝，在位三十二年，六十二岁，今湖北省枣阳市人，汉高祖刘邦九世孙，汉景帝之子，长沙定王刘发后裔。刘秀参加绿林起义军后，在昆阳以少胜多，打败王莽军。 二十五年，刘秀称帝。第一百零六位东汉第二帝汉明帝刘庄，刘庄在位十八年，四十八岁，汉光武刘秀第四子。汉明帝刘庄在位时，吏治比较严明，赋税比较少，人民生活安定。期间在洛阳建白马寺，这是佛教传入我国后建立的第一个佛寺，至今仍存。 第一百零七位东汉第三帝汉章帝刘达，刘达在位十八年，三十三岁，汉明帝刘庄第五子。汉章帝刘达好儒术，并且实行与民休养的政策，使人口逐步增长。在位时有班超出使西域。章帝还是一位书法家，尤善草书，后世称章草。第一百零八位东汉第四帝汉和帝刘肇。 刘兆在位十八年，二十七岁，汉章帝刘达第四子。汉和帝刘肇即位时才十岁，由窦太后临朝称制，外戚窦宪掌实权，后杀窦宪掌权。汉和帝亲政后，从不荒怠政事，任命班超平定西域诸国，使东汉国力达到极盛，时人称之为“永元之龙。第一百零九位东汉第五帝汉殇帝刘隆。 刘龙在位仅八个月，年龄仅十个月，汉和帝刘肇少子，养于民间。登基时离出生刚满百天，是中国历史上继位年龄最小的皇帝。不满周岁便夭折，虚寿二岁，也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短的皇帝。刘龙当皇帝因为年幼，由皇太后邓绥临朝听政。第一百一十位东汉第六帝汉安帝刘祜。 刘祜在位十九年，三十二岁，汉章帝刘大之孙，清河孝王刘庆之子，即位时才十三岁，邓太后掌权，太后死后掌权。汉安帝时，政治黑暗，社会矛盾尖锐。第一百一十一位东汉第七帝汉前少帝刘毅。刘毅在位二百零六天，汉章帝刘大之孙，及北惠王刘寿之子。 延光四年三月，汉安帝去世，严太后为把持国政，在其兄严显支持下，迎立刘义为帝。刘义在位时，严显兄弟把持朝政，作威作福。同年十月，刘毅因病去世。之后，宦官孙成等人合谋诛杀严显兄弟和江京，并迎立济阴王刘保为帝。第一百一十二位东汉第八帝汉顺帝刘保。 刘保在位十九年，三十岁，汉安帝刘护长子。汉顺帝是由宦官扶持上台的，朝政为宦官把持，政治日益腐败。第一百一十三位东汉第九帝汉冲帝刘炳，刘炳在位半年，年仅三岁，汉顺帝刘保之子。汉冲帝即位后，外戚梁氏把持朝政，梁难的哥哥大将军梁冀。 飞扬跋扈，朝廷腐败，民不聊生。第一百一十四位，东汉第十帝,时帝汉质帝刘转刘转在位仅一年，年仅九岁，汉章帝刘达玄孙，渤海孝王刘弘之子。即位时，君臣矛盾日益加深。汉质帝八岁时，因说大将军梁翼为跋扈将军，梁翼担心汉质帝长大后会杀掉自己，便伺机将汉质帝毒死。 1> 第一百一十五位，东汉第十一帝汉桓帝刘志，刘志在位二十二年，三十六岁，汉章帝刘大曾孙，河间孝王刘开之孙，李吴侯刘毅之子。汉桓帝即位时十五岁，外戚掌权，后来他依靠宦官诛杀外戚梁冀，此后又宦官专政。1> 第一百一十六位，东汉第十二帝汉灵帝刘宏。 刘宏在位二十一年，三十二岁，汉章帝刘达的玄孙。汉灵帝当朝时，一团乌气，宦官把持朝政，社会矛盾激化，终于在一百八十四年爆发了黄金大起义。第一百一十七位东汉第十三帝汉少帝刘辩。刘辩在位四个月，十五岁，汉灵帝刘宏之子。汉少帝刘辩是汉灵帝在世时。 存活的诸皇子中年龄最长的刘辩，在汉灵帝驾崩后继位为帝，但不久遭遇外戚舅舅何进和宦官两大集团的火并，被迫出宫。回宫后又受制于军阀董卓，终于被废为弘农王，成为东汉唯一被废黜的皇帝。其同父异母弟汉献帝刘协即位为帝。第二年，刘辩即在董卓胁迫下自尽。 第一百一十八位，东汉第十四帝汉献帝刘协。刘协，东汉末代皇帝，在位三十一年，五十四岁，汉灵帝刘宏嫡次子，汉少帝刘辩一母地。汉献帝刘协即位十九岁，从未掌握过朝政。建安二十五年十月乙卯，在魏王曹丕逼迫下退位禅让，汉朝从此灭亡。汉献帝期间发生诸多历史事件，如孙策霸江东、官渡之战。 曹操统一北方，赤壁之战，刘备入川，如须之战，关羽走麦城等。